我是侯长岭。2020年，我有幸被评为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。我和我的战友们倍感光荣，备受鼓舞。今年春节，我将和我的发射车坚守站位，随时听令而战。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牛年大吉！祝大家今年新气象，牛年必须旺！祝大家牛气冲天，前程似锦！祝愿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！祝大家牛力奋斗，牛气排队！